Hello， 大家好，長時間嗱，歡迎大家翻到嚟我呢個攝影獨白 channel。 嗱，我呢個 channel 咧係我一個人坐喺度同大家講一啲同攝影有關係嘅話題，有時講下攝影文化藝術 ，OK， 亦都會講下相機器材之類。OK， 今日講啲咩話題呢？今日同大家講下構圖啊。OK， 大家好啊！構圖咧係一個永遠講唔完嘅話題，同埋係一個我比較少講嘅話題。即係點解咧？我怕講呢個話題。OK， OK， 大家唔知知唔知道啊？我寫咗好多攝影書，超過100本，著作等身。OK， 即係有排搞啊，搬都搬唔曬啊。OK， 咁咧就呢百本。呢百幾本攝影書當中咧，有攝影文化啦、藝術啦、話題啦、相機又唔走得計啦，即都係呢啲嘅。但係問題喺當中咧，係冇一本關於構圖嘅專門嘅書，絕對冇。喺攝影天書裏邊咧，有一 part 關於構圖，但係咧要我獨立寫一本構圖書咧，係從來未試過嘅。嗱，我翻查我自己啲資料咧，我自己人留底嘅嚇，我就起碼喺過去10年內，即係我公司。即係喺我公司結束之前嘅10年之前咧，起碼寫咗3個關於攝影構圖書嘅大綱，係啦，冇講錯啊，係3個大綱係已經係諗住寫噶啦，結果3次都冇落筆，冇完成，唔係冇完成啊，係冇開始啊，因為點解咧？寫一本構圖書太過困難啦。嗱，寫攝影書咧，其實即係唔係我哋好似而家拍 YouTube 片咁啊，打開個麥咧就即係口擘擘咁啊講出嚟算數，或者喺網上見到啲乜咧就睇完翻嚟當知道啊，即係睇咗當學咗啦嚇，即係睇咗當識咗嗰啲，唔係嗰啲噶嘛。寫書係比較認真啲嘅，咁咧所以咧我只能夠寫我識嗰啲嘢。咁啊構圖唔係我唔識，係因為我唔能夠將佢組織成為一門即係有系統嘅學問，咁變咗咧。即係拉雜成軍湊成一本書咧，我係唔想嘅。咁啊，所以咧3次寫一個大綱都唔能夠好滿意地即係完整寫成一本構圖書啦。所以就算你喺坊間你見啲即係攝影書籍嘅話咧，關於構圖嘅書咧都係比較少嘅。而且你當就算你買2-3本構圖書咧，你發覺佢哋係各施各法嘅。即係點解咧？嚟攝影學問一樣嘢，你揾一啲誒關於誒攝影曝光啲書，唔同嘅書可能講嘅嘢表達方式唔同，但係裏邊講嘅基本嘅概念理論係大同小異。因為點解咧？係有啲科學依據嘅。但係構圖咧係一種唔係理性嘅嘢，係一種感性嘅嘢。咁啊，你要將一啲感性嘅嘢寫成一個好有系統嘅學問嘅話，係好有困難嘅。咁啊，嗱，我唔知各位初學者過去嗰段時間，你哋如果係當然咧冇學過上過一啲構圖嘅課程咧，因為實際上係冇嘅，我據我所知啊。咁除咗我搞嗰、那個一個 lecture 關於構圖之外咧，喺坊間一個完整嘅構圖課程嘅話咧，我相信揾唔到，揾到你留言話俾我知。嗱，咁咧就講翻言歸正傳，講翻構圖方面咧。嗱，各位網友咧如果你係初學者咧，我相信你最多了解嘅構圖咧就係3等份構圖，或者我口中講嘅井字構圖。呢、这個3等份構圖咧，過去呢10年咧，我覺得係真係喺網上火紅嘅。喺網上你揾一啲關於一啲構圖嘅文章咧，大部分都係教呢一招嘅3等份構圖。嗱，咁係咩嚟嘅？如果你未聽過嘅話，我簡單啲同大家講，3等份構圖就係將個畫面，無論你影嘅係3:2嘅1.35 frame 或者 APS-C， 又或者你影嘅 M43 4:3嘅畫面，佢都係將個畫面咧水平咧就分為3等份 ，OK， 垂直亦都分為3等份，咁啊成為一個9宮格 ，OK， 9宮格即係一個井字啦，大概啊，咁分為呢個9等份嘅畫面，咁呢個畫面咧正中間嗰4點咧就成為4個呢個嚇力點啊、趣味點啊之類啦嚇，做咗4個交錯點，咁咧就呢個講法就話咧，你只要將你嘅主體擺喺呢4個點之上。又或者將你嘅水平線擺喺打橫嗰條下低條線或上高條線，又或者你有一個垂直嘅 object， 你擺喺左邊嗰條線，左邊1/3或者擺右邊1/3嗰條線嘅話咧，你嘅構圖咧就大致上差唔多噶啦。嗱，我唔知道有冇聽過類似嘅講法啦。OK， 咁呢個講法咧，過去10年真係火紅嘅，好多初學者咧都係 buy 呢個方法嘅，甚至喺網上見好多 YouTube 片又好，好多網上文章都好啦，都間唔中就會翻炒呢一個理論嘅。咁啊，坦白講啊，你如果要我教攝影嘅話，要簡單啲嚟，好快脆地講教構圖嘅話咧，我都離唔開同一啲學生即係推介呢一個最簡單、最容易學嘅方法。OK， 但係乜問題我都會補充一句，呢個係只係一個簡易嘅方法，構圖嘅學問真係博大精深啊！咁啊，今日呢篇文章好鬼過癮嘅，好鬼正嘅，而標題就係、是3等份構圖如何扼殺創意，同埋導致一啲
無聊的照片，即係話咧三等份構圖，如果你信曬佢嘅話咧，就會扼殺咗你嘅創意，同埋導致你咧拍即係影出嚟都係來來去去都差唔多樣嘅相。OK， 睇下呢篇文點講啊。OK， 啊呢篇文啊，首先咧就介紹咗三等份構圖大概點嘅樣啦。咁然後咧就話俾大家知咧點樣利用呢個三等份構圖，即係先同我講嗰啲啦，將個主體擺喺你畫面嘅一個交錯點嚇，另外嗰個嚇配角擺另一個交錯點，咁形成一個比較嚇完美啲嘅畫面啦。OK， 咁咧就呢篇文章啊指出咗呢個講法嗰啲 limitation 啊，嗰啲局限啊，即係你影嘅物體其實攝影係一個減嘅藝術，唔係一個加的藝術，但是这个讲法就好像你讲到你的物体可以任你在个画面上的搬移， OK， 你要一个人摆在左这个右下角， OK， 上角有隻狗，有个太阳摆在左上角任你搬的，不是嘛，现实世界你拍的 object， OK， 例如街拍好什么都好，你的是走来走去的，走来走去的会移动的，第一，第二的话呢，它坐定在这里不会被你移动的，当你移动你自己的身躯，即是安排到一个主体，另一个有配角的话呢，你又不可以再安排它的，即是说是很大很大困难的，而且呢它假设你的画面只有一个主体，或者假设你的画面是有一个主体加一个配角，但现实世界的话是乱七八糟的，你根本是很困难地 apply 它这个很完美的三等份构图，是困难的。但是呢，就當你拍攝一個單一主體的話，例如你在一個空曠的海灘啊，影個人像啊，咁樣企喺度嗰啲，你無啦啦將佢擺喺左三分一定右三分之一咧，你有排考慮。咁啊，當你安排咗呢個主角喺左三分之一或者右三分之一，咁其他個空位又點算呢？咁啊，所以咧好多嘢使到你考慮嘅。但對於初學者而言咧，你心對呢個講法深信不疑。點解呢？因為喂師傅教落網上個個都咁講，咁你咪信佢咯。但事實上咧，構圖嘅嘢咧就真係博大精深。你唔單止要安排個主體嘅畫面邊一部分，實際上咧喺構圖上咧好多學識係仲要學嘅。其實講翻轉頭啊，當我哋有一個單一主體嘅話咧，我哋係咪應該將佢擺個畫面正中間仲好少少咧？即係點解咧？當你個畫面乜都冇，得一個主體嘅話咧，得個 object 嘅話咧，你真係將佢置中咧，其實係一個最好嘅方法。近年來咧，好多當代嘅相嘅話都會用緊一個置中嘅方法，但好可惜咧，置中構圖呢種方法咧，就係俾我哋師傅輩咧已經鬧到黐肺嘅啦。即係我學影相嗰陣啊，我學影相嗰陣有一個思潮，有一個講法咧，就話咧，影相千祈唔好將主體擺正喺中間，一定要將佢傾斜少少。嗱，我哋當時咧係冇三等份構圖呢個講法嘅，我哋當時咧會講黃金分割、黃金切割啊，咁啊會將個主體擺喺條黃金切割嗰條線嗰度，其實同三等份構圖爭少少嘅啫。嗱，佢兩者嘅關係，我轉頭同大家講下。咁啊，點解當年我哋會咁中意啲初學者啊，咁中意將個主體擺正中間咧，呢個就即係歸咎於當時嘅相機嘅對焦嘅系統。嗱，好原始嘅對焦咧，係用無玻璃 （ground glass） 嘅，即係成塊玻璃都係一個磨砂玻璃。咁咧，其實我哋構圖係自然咁、自由咁構圖嘅。咁後來咧，可能喺五六十年代之後咧，就出現咗列像對焦或者微零列像對焦。咁係咩嚟嘅咧？喺個畫面，即係個畫面嘅正中間就有個圓圈，咁咧呢個圓圈咧就當你對唔準嘅話咧，個影像就會裂開嘅，結裂像。當我對焦準確嘅話咧，個影像就會合拼埋完整嘅。咁我哋一啲初學朋友啊，永遠都將呢個對焦嘅圈咧對正你個主體嚟對焦。咁所以咧，無形中咧就用一個中間畫面正中間嘅對焦點對正你嗰、那個主角嚟影人啦，咁永遠將啲人嗰塊面咧擺正喺畫面中間。咁啊，所以相當沉悶嘅，唔單止個人喺正中間，人頭喺正中間啊，所以個天咧就比較多嘅，嚇個身下低比較少啊。咁所以咧，當時咧老師咧就會即係強調我哋千祈唔好將個畫面將個主體擺正喺畫面嘅正中間，導致當時有講法就話咧擺正中間好沉悶。咁其實嚟講咧，就唔係一張相裏邊嘅主角擺中間好沉悶，係你所有嘅相都將個主角擺正中間係好沉悶。OK， 一張相擺中間就冇乜大問題嘅，但當你張張相都係擺中間嘅話，就係一個問題。OK， 咁所以咧，當時我哋呢一輩嘅攝影人咧，就學即係已經有一種根深蒂固嘅講法。即係唔單止香港我哋啊，即係全世界都係嘅，啲老師都係大概咁教嘅，唔好將佢擺正中間啊，好沉悶嘅。咁所以出現咗一樣嘢就話，開始大家揾一啲將個主體擺向側邊嘅方法，擺喺側邊嘅方法。咁當然咧，最好就係呢、這個黃金比例啦。黃金比例，但係問題是相當相當困難嘅。點解咧？嗰、那個比例嗰條線，你記個數字都困難啊。OK， 莫講你記個位置邊度。咁後來咧就有人即係發現咗咧
17、18世紀有些畫家就提倡過一個三等份構圖。講真的，2000年之前呢，這個三等份構圖是其實不流行的，大概在數碼攝影前後上下開始出現了這個講法，就有人提倡這個三等份構圖，就我講的剛才將畫面左邊三分之一、右邊三分之一、上高三分之一、下低三分之一分成一個九宮格，咁呢個咧就容易啲理解喎。點解咧？對於任何初學者，你大概你都可以嚇用，即係唔係心算，即係目測，你都測到大概嗰個三等份喺邊度啦。咁所以呢個咧，一般初學者容易學，係容易學好多嘅。咁啊，所以咧就自此呢十幾廿年咧，網上大部分教影相嘅咧，都教緊呢個嚇三等份構圖，又或者呢個井字構圖。咁結果咧，全世界都嚇矯枉過正啦！以前我哋嗰啲好多初學者將個主角擺主體擺中間，呢十幾廿年咧，所有初學者咧都學識咗咧，將嗰個主體擺正喺三分之一左三分之一或者右三分之一，結果啲相咧亦都出現一個新嘅嚇沉悶嘅嘢。咁啊，亦都係因為咁呢篇文章咧，大概嗱我冇詳細睇，而家我唔係同你解釋呢篇文章啊。有興趣嘅話咧，我俾條 link 大家去睇睇呢篇文章。佢大概係講緊咧，由於絕大部分嘅初學者都跟咗呢個方法去做構圖。構圖其實唔係咁簡單嘅，咁簡單嘅話就唔使學啦。就係咁簡單嘅話，我哋寫咗本構圖書啦，真係唔敢寫基本上啊。咁啊，所以咧導致啲初學者永遠都跟咗呢個方法咧，扼殺咗啲創意。即係話咧，當你一旦將個構圖唔係擺喺三分之一，咁咧啲人就覺得你構圖唔好。最慘就如果呢班人嚇第日成長咗做咗導師，呢班學三等份構圖成長嘅人成為導師評判嘅話咧，所有唔跟三分一構圖嘅相咧，就變咗係喺佢心目中覺得唔合格，咁啊出事啦，真係。咁啊，確實咧，我哋睇翻啲得獎作品又好，大師作品都好啦，確實咧，其實好多相咧都唔係跟三等份構圖嘅。嗱，以布列松為例啊 ，Blasson 啊，以布列松為例，佢大部分相都係黃金比例嘅，絕大部分都係佢呢個天生咧隻眼係睇到黃金比例。其實黃金比例咧係宇宙中係最和諧嘅比例。冥冥中注定嘅，即係點解咧？人類嘅 DNA 嘅內置咗咧，我哋會覺得呢個比例咧睇起上最舒服。唔單止我覺得最舒服，事實上咧，好多過去好多古典畫家係根據黃金比例去畫畫，好多建築師係根據黃金比例去做建築，包括現代當代建築咧都係用黃金比例嘅。甚至咧喺大自然當中咧，鸚鵡攞個螺旋形就是、黃金呢個螺旋形。OK， 黃金比例的螺旋形，甚至有人發現了宇宙中的一個銀河系，一樣是那個銀河系那個星河那個，即係發出嚟嗰個形狀咧，一樣係黃金螺旋形嗰個形狀，你係幾鬼神奇啦嚇！真係冥冥中注定嘅。咁所以咧，我建議大家咧，如果初學者你初學咗一段時間，唔該你擴闊下你嗰啲構圖嘅學識，去睇一啲書。都雖然啲書比較少，但係值得睇嘅。嗱，我呢度有一本咧關於構圖嘅書，但係教畫畫嘅，但我覺得你可以參考一下。咁啊，唔係想推介書，確實咧即係順便講下咁解啫。咁啊，講翻我前日嘅課程啦。咁我前日嘅課程咧，其實係一個關於構圖嘅講座。這個講座內容包括十個話題嘅，係我過去寫構圖書裏邊咧其中十個 chapter， 但係咧我唔夠膽將呢十個 chapter。寫成一本書，因為點解咧？佢哋之間咧係各自獨立存在，唔係一個即係未必係一個好大嘅關聯嘅。結果咧，我從來都唔夠膽想將呢啲話題咧寫成一本書啦。咁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呢個課程其實講啲咩嘅。咁啊咧就呢個課程咧，包括咧我會講黃金比例啦。跟住咧就話俾大家知咧，黃金比例其實簡化咗之後咧，就出現咗個井字構圖啦。嗱，我建議大家新手咧，你學下就好啦。你應該明白呢個井字構圖咧，其實只係一個過渡性嘅，比新手容易接受咁解啫。你進一步嘅話咧，你應該學翻呢個黃金比例。咁啊，另外我呢度都同大家解釋一下趣味中心點嘅重要性。嗱，呢樣嘢咧其實唔係安排個主體擺邊度，而係話俾你知你點安排你個畫面啲主體，其實應該有幾多個，同埋應該點考慮。咁啊，除咗講呢個趣味中心佔之外咧，我有個話題同大家講下啲 leading lines 係引導線。啊，呢個係構圖中嘅好基本嘅理論嚟嘅。咁除咗引導線之外咧，我會同大家講下形狀同形態。咁形狀同形態咧喺畫面中係相當重要嘅，佢絕對係 draw 你個吸引你嘅目光啊。所以咧，大家唔能夠忽視呢樣嘢。咁之後咧，我會介紹呢個 pattern 咧，呢個圖案式嘅構圖。咁 rhythm 咧，本來係包括喺呢個 PowerPoint 裏邊嘅，但係結果咧，好多時候我都唔講，因為太過深啊。咁跟住落嚟咧，我會同大家解釋一下呢個平衡同對稱。啊，呢個咧就真係咧就相當重要啦。因為點解？其實你淨係解決咗呢個井字構圖或者黃金比例都好啦，你個畫面所有整體嘅安排係，如果係唔
唔達至呢個平衡嘅話咧，就會出事啦。當然，如果至中畫面嘅話，你講求對稱啦。如果你係嗰啲係非至中構圖嘅話咧，咁你一定要講緊嗰個平衡，或者你刻意唔平衡，呢個係你嘅安排。咁講翻剛才篇文章咧，佢提到一點好重要嘅，佢話咧構圖其實得兩種，一係就呢個係至中嘅構圖，一係就唔至中嘅構圖。OK， 佢講得好有哲理啊！即係話至中構圖，即係將個主體擺正中間，或者唔係擺正中間，係兩種嘅啫。OK， 絕對唔係淨係得三分一構圖。咁跟住我呢個課程會介紹大家個觀點與角度，即係講解釋下咧。其實喺影相嘅時候咧，你揀你嗰個 camera position 個重要性喺個環境度咧，你移步換景，你 shift 自己去唔同個位置嘅話咧，你睇嘅嘢完全唔同曬。所以作為一個初學者，你學構圖咧，其實你要學下點樣管理你個畫面。所謂管理嘅畫面嘅話咧，你就係移動你嘅身軀，移動你嘅相機，咁啊相當重要。跟住落嚟咧，喺呢個課程咧，我會解釋呢個取景嗰個剪裁概念。咁事實上咧，呢個世界咧就真係充滿物件嘅。攝影師我哋最重要就喺混亂中尋找秩序。我哋即係話咧，利用我哋嘅相機嘅指向 ，OK， 即係取景啊，取景框，將我哋要嘅元素擺喺畫面裏邊，唔要嘅排除出去，達至一個效果就畫一個舒服嘅構圖。咁所以咧，其實喺取景嘅時候咧，已經係一個畫面嘅剪裁。咁當然咧有後期嘅剪裁啦。後期剪裁我有另一個課程班開咗啦，已經嚇。我希望七月有時間重新開一次啦嚇。咁呢個課程第十講咧就搭單啦，即係講下呢個影相橫倒同直倒嘅關係。本來橫倒同直倒嘅話，我可以拍一條片同大家講下嘅。橫倒同直倒，我覺得幾有趣嘅。但問題咧就嚇，即係稍後有時間先啦。呢條片同大家分析下我呢個課程大概講啲咩嘢。其實喺構圖上高咧，剛剛講咗十點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即係初學者咧，如果你冇時間上我課程嘅話咧，你都係注意下呢十點嘅內容。咁你假如你搞清楚呢十點嘅內容嘅話咧，大致上咧你嘅構圖能力咧就會遠遠超越咗，淨係得嗰個井字構圖啦。OK， 咁關於呢篇文章我就唔打算詳細讀佢啦。總之咧就大概呢篇文章嘅主旨咧同佢標題一樣。如果你盡信呢個三等份構圖，又或者繼續太多人推廣呢個三等份構圖嘅話咧，結果就係會導致太過多無聊嘅照片，同埋扼殺咗初學者嘅創意。咁啊，詳細唔解釋啦，你睇睇呢篇文章啦自己。咁另外再提一提呢篇文章，亦都提到咧布列松嘅決定性瞬間。咁咧喺我個課程，喺我呢個構圖課程咧係冇提到呢樣嘢嘅。但呢篇文章咧係講過呢樣嘢都幾重要。咁事實上咧，我曾經喺兩年前咧就寫咗一個課程，就是、決定性瞬間嘅課程。確實咧喺十幾年前咧，我都寫過一本書咧《決定性瞬間解碼》。咁我兩年前寫呢個課程咧，係 base on 我呢本書就變咗一個課程。但結果咧呢、這個課程可能太過深啊，決定性瞬間咁香港可能好多新初學者咧、新手咧冇乜興趣學啲咁深嘅嘢，但係啱啱咧早幾日咧有朋友提出希望我教一教呢樣嘢，咁我先醒起原來我完成已經寫起咗呢個課程，咁啊我會喺七月咧就如果我抽到時間嘅話咧，我會再開一次啲 Zoom 嘅 lecture 喺嗰度嘅話咧，我就會推出呢個決定性瞬間解碼嘅一個 Zoom 嘅 lecture。OK， 如果有興趣嘅話，你可以留意一下。咁以上咧只係講咗呢篇文章嘅標題同埋講我要講嘅內容嘅啫，大家對呢篇文章如果有興趣嘅話，都可以睇下呢條 link，OK、okay? 就係呢條 link 啦。咁啊有興趣嘅話，可以自己去嗰睇睇。假如大家對三等份構圖有唔同嘅睇法嘅話，可以留言話俾我知，我哋可以討論一下。OK， 喺畫面上嗰有一條 link 喺嗰度咧，係我個 fan page 喺嗰度咧可以留言俾我問任何寫問題，簡單嘅文字答你，複雜嘅朋友同大家講。咁另外咧喺上高嗰條 link 可以買到我推薦嗰52本好正嘅攝影書。咁啊大概52本啦，即係而家可能有幾本已經斷咗市噶。49本到52本之間 ，OK， 咁呢幾日本攝影書嘅話都係我認為相當重要嘅，我睇過，我覺得係可以推薦俾大家嘅。咁小部分斷咗市嘅，但我陸續我會增加啲新嘅書俾大家咯。過去你買咗嘅話可以再嚟睇睇，因為點解過去可能得20多本，後來慢慢加到而家有成50本咁多啦咁呢啲書咧，好多香港都冇得賣嘅。就算有嘅話咧，喺三中商嗰度咧嘅價錢咧，其實同我差唔多，或者我平佢少少，或者佢平我少少。但唔緊要，一計埋運費嘅話咧，我就平過佢噶啦。咁呢50多本書咧，喺台灣供應商供應俾我嘅，全部都係台灣出版嘅繁體中文書，絕大部分咧都係外國書嘅翻譯本。咁點解揀外國書呢？因為真係有水準啲嘅。咁呢啲書咧，我覺得適合大家睇啦。咁喺你營業賣嘅話，都係有限供應，一賣曬就冇噶啦。各位如果睇啱嘅話咧，應該盡快落單。而家咁嘅環境，盡量都避免出街買書啦。就算要買嘅話，你托住幾本書，或者托住一堆書嘅話，都好鬼重啊嘛。送到你屋企當然最方便啦。咁另外畫面呢條 link 咧，可以買到我推薦嘅蔡司鏡頭紙。而家做緊 promotion， 買300嘅話咧，就送一條爬山繩相機帶。係啦，爬山繩相機帶免費送俾大家。咁送顏色暫時仍然係黑色灰點。
Monocom OK 相當正啊 OK 總之咧就買三盒就送一條，如果買夠六盒嘅話咧送埋條紅色俾你，紅色係成個 logo 顏色一樣啦 OK 嗱咁啊呢批爬山繩相機帶咧係贈品嚟嘅，總之你買夠三盒就送，買夠六盒就送夠兩條，好嘛 OK 咁啊到此為止 OK 拜拜。